10月28日，演员王蓝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则动态，与大家分享了中戏的同学聚会。李亚鹏低调出席，穿衣打扮特别朴素，众人的感情好到让人羡慕。李亚鹏与老友相聚时，完全没有大咖架子，反而低调地坐在最边角，丝毫不在意 C 位。他身后站着的演员是王旭峰，曾主演过《杨贵妃秘史》《大江大河》等，还有王蓝、刘立斌等人，他们都是实力派演员。陈亚鹏与王蓝合拍视频时，两人还亲密地靠在一起，他们似乎因为吃饭喝酒导致脸有些微红。李亚鹏今年已经50岁了，但是在合影中却是最显年轻的那一个，这也许与他平时的生活习惯与良好的心态有关，其他人的状态其实也很好。转眼间，王学兵、李亚鹏等人都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多年，并且很多人都已升级当父母，但他们同学间关系就像家人一般，关系非常好，毕业多年感情还这么好，确实很难得，祝愿李亚鹏他们的友谊长存。